亲爱的宝宝妈妈还有宝贝们，晚安！又到了每天一起跟天父说说话的时间咯。我们读箴言的进度今天来到箴言十三章，跟着我来念十三到十六节。藐视训言的自取灭亡，敬畏诫命的必得善报，智慧人的法则是生命的泉源，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。美好的聪明使人蒙恩，奸诈人的道路崎岖难行。天父的教导使我们有智慧，圣经里的话一定要听进去，想明白，活出来。我们一起祷告，求天父帮助。亲爱信实的阿爸天父，谢谢你赐下一份非常非常不成比例的恩典给我们这些有罪的人。我们不需要变成完美就能在基督里得到天父的爱和祝福。愿圣灵常常将这份感动存放在我和我宝贝的心田。愿耶稣带着我的宝贝走智慧的路，每一个脚步跟随主的安全引导，知道什么是不聪明的做法，选择听从天父活泼有力的话语，不要接受自我委屈的谎言。愿我们心中有主耶稣的活水江河涌流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